圆明园谁烧的？老师，不是我烧的。老师，真不是我烧的。不是你不是女儿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老师当然知道，不是你烧的，是八国联军烧的。不是我烧的，你喊我干嘛？虾米汤。这次数学考试，虾米汤又是最后一名。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题，你怎么会答错？老师，我没有答错啊。还说没有？看这道题，妈妈去买菜，白菜2元一斤，妈妈用10块钱能买几斤？6斤。怎么会是6斤呢？我妈妈最会砍价了。同学们，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是什么派词人？某些同学的回答真是太荒唐了。完了，老师一定是在说我。你写的什么呀？武当派，没听说吗？她是女人，明显是峨眉派。小夏贝，啊，说说，你写的是什么？大黄派，大黄派。一支可乐一杯6块钱，买2杯多少钱？走吧，一支打算。月下杯半，月下杯半。乱七八糟，那就不来2杯了啊，买一杯可乐，外加一个10元再看吧，多钱？18元。怎么一杯可乐也半价呀？哎，一号号拍，可乐加汉堡18元。就不考你这赚钱的事了啊。问他家离快餐店1000米，他走路1分钟呢？正常走路50米，跑1分钟的能跑150米。那怎么最快的？他带我喝可乐就可以最快的加汉堡了。不是，这又关可乐什么事儿啊？另外拿二十就送外卖。倍数是多少？480。480的倍数是多少？900。960的倍数是多少？1920。可以呀，虾米卷。你有病。